三环的事怎么处理呢？他现在一个人管三个地区，很难割他的职啊。哼，要一片一片的割他，叫他把西环先交出来。可是找谁来代替他呢？我想推荐一个人，他曾经执行过一个非常成功的 A 计划。来人 ，march！去警察局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西环警长马如龙。嗯，现在我怀疑你跟三宗谋杀、四宗抢劫、一宗纵火、三宗严重伤人案有关。这张是拘捕令。哦，原来我那么大本事啊！给我看看。真巧啊！先来抓你们的就只有我们几个。哼，真有种啊！我不是怀疑你能不能抓到我，只是怀疑你能不能走出门口啊。关门。是。小浩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准备让人抬你出去吧。你们不要乱来啊！你们知道吗？他是这三环。是啊，我是警察总帮办。嗯，总帮办赵楠。啊啊啊啊，走上路。什么？哎，就你走上路的吗？我不懂你说什么。有点默契行不行啊？你来了。他们家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警察被人砍的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搞的太人，赶快报警啊。好。其实我很佩服你们，因为你们才是做大事的人。我也明白达到满清要千千万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，可是我不敢叫人这么做，因为我不知道叫那么多人出生入死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。所以我能买当警察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，我要保障每一个人安居乐业。可是在一个腐败的殖民地政府里面是不会允许好警察存在的，他们会继续陷害你。石叔，你先走。好，有机会再谢你。给你，后会有期。交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如果我只顾自己的生路，我早就走了。别那么多废话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去看阿龙。哎哎哎！